就是欢迎光临你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那种感觉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说，其实如果说下面各位朋友，大家已经都这么熟了，刚遇到这种歌的时候，你们明明就会唱，请大声的唱，那不然就是借我你们的节奏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龚诗音小姐，吴竹轩同学，宜轩，忘记什么？张可怡、洪世祥、周宜轩、蔡午夜他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只好跟观众互动。不是，好，开玩笑，我们观众互动，我们方式比较温和一点。干什么、啊？笑成这样？请问大家有没有想听什么歌？有吗？那个大妹已经唱过了，想听的歌。有吗？可以点一下歌，如果不会唱会弹的话。反正今天有四十分钟，我们用到几分钟啊？现在用到几分钟？哎，小优，我们还有多久？告诉我大概有。爱玩多久？然后钱算我们的，是不是？等下之后那个场地费，然后再来收钱。还有多久啊？再跟我讲一下。哎，这个是。可以点歌吗？可以点歌啊，你不要点那种啪。拉手，你们还有二十分钟，拖到完就是。拖到完，真麻烦。我好大家就没有那么开放。好，你说 love song 吗？对 ，love song， 对 ，love song， 发音不标准。Love song 是 love song， 那什么 ？Yes。Love song， 那个小卷应该会有。小卷，我请小卷来帮你唱一下好不好？小点来唱一下，你清唱一下。小点好久没听到唱歌了，大家欢迎一下他，他叫小点。快点啊，是不是男的？没关系啦，你清唱我们也觉得很好听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小点唱歌超正，不是我来讲，他是前辈，你就知道他多钱。过老几岁看有几个钱就知道了。都退伍了。前辈，没有五个钱吗？前辈，二十。没有很多，就在四五岁一轮这样。好了，快上来啦！好，大家拍手一下。好久没听到小卷唱歌。来，坐，应观众要求。他跑下来了。要送吗？唱首歌。这就是你所写一直的一首
手来说，一直牵起你手，就像那夏天的阳光，记住我的自由，经常飞。当然非常随性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位，哎，这位同学，非常抱歉，但是你已经见识到小卷唱得很好听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小卷之前有没有？哎，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表演活动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？应该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下次我。好，我继续点歌吗？你要继续点歌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反正我们随性，小优都说我们随便拖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？说啊。卢广仲那个什么曾经在我眼前，我爱你。这个就交给我们吉他手唱了。不唱，你唱。哦，你拜托你唱，我破音。无论没关系，破音大家好玩就好。对啊，好玩就好嘛，表演一下嘛。你看他就这样讲，人家感觉像就是你不来的朋友。你是你后宫吗？这为什么？哎，我可以请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好的。哎，音速化表演的时候，你是要花很多时间的装扮？不用啊。不用。就随便抓一抓，然后套混搭式就 OK 了。混搭式，所以这是混搭风。这是中国风。中国风。这是日风。所以有分风格的吗？是的。啊，你们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出门是怎么出门？骑摩托车。对啊。骑摩托车，然后骑这样吗？就穿这样骑摩托车。对啊，是啊。是啊，啊，然后等一下表演完，然后就回家。对啊，然后坐捷运啊。啊，你妈妈有说就是穿这样子怎么样吗？很漂亮啊。很漂亮，所以妈妈在家煮饭的时候也都在穿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所以你们也都是就是有音速化表演的时候，就是会大家一起装扮这样。没错没错，平常就化妆，而且这样子化妆。平常你们就穿这样。对啊。去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学校穿制服啊。啊，如果去爬山嘞？也是穿这样啊。不错。太厉害了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卢广仲那一首。哎，你这样点卢广仲，我真的觉得。你的声音真的是太好听了，让我。我居然不知道怎么回应他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卢广仲哦，现在开始唱。他刚刚是说哪一首？我爱你。我爱你啊！哇，这好开心哦。他刚刚是说哪一首？我爱你。好，来，唱这个吗？